我们继续来看，啊，那这里讲到三种啊，视线教化啊，那前面有讲到加舍斯利山啊，那加舍原来其实就是加斯加斯国啊，那么它跟摩羯头国相邻，佛陀时代叫做加斯国了，但是后来阿哲斯王呢，后来被并入摩羯摩羯陀国里面啊，这个我们稍微知道。好，那么他这里讲到三种视线教化。 啊，那 <coughs> 那佛陀渡这个优罗频罗迦舍啊，先去跟他借地方住啊。我们说他渡了这个渡了这个六十三个比丘之后，叫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啊。那无比丘耶舍啊，那、啊、这叫他们去度众生，然后自己去度优罗频罗迦舍。那优罗频罗住在就住在木瓜岭这边。 啊，然后他先去跟他借，到晚上的时候，傍晚的时候，先去跟他借山洞住。那山洞有毒龙，啊，就是有很大的毒龙、毒蛇啊。所以看佛陀怎么度众生的，就是说，因为他们也有一些能力啊。那他去跟他借这个借这个地方住。啊，这个优罗平罗家是说，地方是可以借你，但是那个地方很危险。 啊，你还是不要去好了。那佛陀说没关系啊，然后他就去住。他说，那你既然坚持，那就住。因为很多人在那里都死掉了，啊，都被毒蛇咬死啊。他说毒龙啊，毒蛇咬死。那这个大，这个优优罗频罗家是借给他吃，因为他一定要借嘛，他没地方去啊。啊，那就是说好，啊，借了他之后，他隔天早上去看他。 啊，不知道有没有事？结果看他看佛陀安然无恙走出来，啊，就是在那个山洞了，山洞里面，啊，然后所以这个，因为他带领很多徒弟去看，哎，这个年轻人，啊，因为佛陀成佛的时候才三十五岁，啊，然后说这个年轻人竟然啊都毫发无损，啊，所以心里面开始对他有一点点，啊，就是这个优楼平螺家是。 啊，开始对这个佛陀心里面有一点点赞叹啊，觉得哎认可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啊，竟然能够啊没有事毫发无损，因为很多在那里的人都死掉了。好，然后所以他就在他也没有走啊，他就在他他借了一天，先让他对他起恭敬心啊，然后他就在他附近的树林底下打坐啊，然后。 树林打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道立天主跟梵天啊，这道佛来佛在那里啊，因为佛成佛的时候啊，梵天请说法，请转法人，那、啊、道立天啊也是啊，他们都是来一起请转法人的。然后这个道立天跟梵天来的时候啊，都放光，那个整个森林都放光啊，那。 因为优罗苹果加则是举行那个火祭的，就是火供的啊。然后举行火供的时候，也是在森林里面整个都放光的啊，就是很亮的啊,啊。但是那个亮也不一样啊。然后他就以为以为是有人在那边举行火供啊，那那么后来几天都是这样啊，就佛都为这些天人说法。那天人来的时候。 都是晚上都光明，整个森林都是光明的，啊，那天人为什么有光明呢？因为心清净嘛，啊，他不染说无意心清净，所有光明。其实人也有光明，人也有啊，但你每一个人的业跟心不一样，他光明强跟弱、大跟小不一样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，啊，那佛教徒应该是也是普遍都有，而且比较强，基本上是有的啊，自身的光明好。 那天人的光明就强啊，那后来啊，这个佛才跟他讲啊，他以为他以为佛陀在那边办用火供啊，啊就所以佛就跟他讲不是的，是天人的光明才有这样的声相啊，所以这个优罗平的家是听了又觉得啊，心里面又起不同的赞叹啊，这个跟舍利佛度他母亲是一样的，先让他怎么样，先让他恭敬。 赞叹，那舍利弗是先让他母亲赞叹佛陀，啊，因为他是他儿子嘛，所以他度他母亲的时候，国王、大臣乃至天人都下来，啊，然后听他说法，慰问他，啊，所以他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厉害？那些天神都来向你顶礼。他说我不厉害，我的师父比我还厉害，啊，渐渐让他对佛陀升起这个恭敬心、赞叹心。 那这个佛陀要度优罗平罗迦士也是这样，啊，说先用这些这些神通变化啊，然后让他起恭敬心，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神境通。然后这个后来，后来这个三迦士啊，那他有一次啊，在做火供的时候，那怎么怎么样，他要点火做火供。 啊，做完了啊，就是他有那种聚香火、蝴蝶火啊，这一些。那么他要洗掉，一完了就要洗掉。那有一些是不能洗的，有一些完了就要洗掉。他怎么洗没办法洗掉啊？那那他就知道是佛陀的这个力量啊，让他没有办法洗掉。然后他就心里面觉得，你就算有神通，你也不如我。我是一个阿罗汉，他他以为他自己证阿罗汉，他以为他自己证阿罗汉啊。 那么，但是佛陀就跟他说：“啊，其实，因为他心里面这样想而已，他没有讲出来。他说：你就算有这一些神通变化，你也不如我，因为我是一个阿罗汉。佛陀马上就跟他讲：其实你不是一个阿罗汉。他就很惊讶，诶，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在讲什么？就是他心通，啊，其实是这样，啊，所以就是用神境通、神足通降服毒龙，然后让他的火不能点啊，那些这些神通变化。” 那一般我们讲神境通，其实就是比较注重在十八神变啊，变大变小，变多变少，然后在虚空中啊，神住坐卧这一些啊。那这个佛陀先以神足通，那么摄受这个优柔频罗架设，那么再以再以这个他心通啊，摄受这优柔频罗架设，最后啊，他两个弟弟赶过来嘛。 然后为他们在加野山讲《燃烧经》，跟他们讲，因为他们是火供的，供活的，跟他们讲什么是燃烧。那《燃烧经》里面，我为三家社讲《燃烧燃烧经》。那么，《燃烧经》的重点就是第一个，从真正要燃烧的是烦恼，因为他们就就是燃烧这些东西供养他们的天神啊。然后他们他们火供的婆罗门基本上。 啊，有一些火是不能灭的，要常燃的啊啊！就聚焦火、护天火、根本火。那么这一些这一些，他跟他讲，第一个啊，真正要燃烧的啊是贪嗔痴啊，这是燃烧啊，真正要燃烧的是烦恼啊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那么要常常保持啊，常常保持不灭的啊，那个是智慧的火啊，类似像。 燃烧经大概讲讲这个了啊，就是你要保持智慧、戒定慧的心啊，智慧的心不灭，然、啊、后燃烧这个烦恼好。那后来这个就叫做无漏了啊，这、就是、无漏通、漏尽通啊，因为佛佛佛陀佛陀已经证得无漏，他知道怎么样断除烦恼，知道断除烦恼的方法，知道生死的根源是因为有烦恼，那知道知道在哪里起烦恼，怎么起烦恼，要从哪里灭除啊，他完全理解。 因为他已经断尽烦恼了，所以用肉尽通为三家社说啊说法。那这三家社，这一千个人，包括三家社，就是还有他的弟子加起来啊，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个整数了啊,啊，就是大概一千人，都正阿罗汉。那都正阿罗汉，我们想应该是有次第的了。无比丘正阿罗汉也有次第的啊，乔成如先证，然后过几天啊，谁正谁正。 那么三家社也不太可能。我说完了一千个人全部在阿罗汉，这不太可能啦。就是有一些人先在，然后慢慢慢慢慢啊。那么因为他们这他们大概一千个人会聚在一起都是同行同愿，所以后来这些人有同样的累积，有同样的善根跟,跟同样的功德，所以这一生的因缘浅前就同样可以得解脱啊。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里是所谓的三种四现教化。 那他说哪三种？神主啊，神主叫做神净通、神足通啊，变化视线，他心通、他心视线、教界视线。教界视线就是我们如果从神口义来讲，神主是神啊，那么他心是心意，那教界是口啊，就是教说了。那教说里面最重要的是佛陀是以怎么断烦恼，就是佛陀有肉净通，所以他讲出来的是实相。 啊，是真实的正知正见的好。神足四现者，世尊随其反应而四现入禅定正受。啊，那么正受就是啊，进入进入禅定啊。他说啊，这个灵虚至东方，灵虚就是上升虚空了啊。一般在十八神变里面有一个在，就是你叫做瞬间移动。 啊，瞬间移动就是从西方到东方，啊，从东方到南方，啊，这十方上下这样飞来飞去的，啊，那么坐思维以行住坐卧，啊，或或走，或坐，或住，或卧，啊，忽然间在东方，忽然间又在西方，啊，然后在东方走，忽然间在西方坐着，啊，就它会变现的，啊，那么第二个入火光三昧，啊，出种种火光，青黄赤白红玻璃。 啊，就青黄赤白啊，红玻璃赤跟白应该是啊，要加个顿号啊。但是因为它后面的红就是赤，所以赤白就变成啊。一般来讲，一般我们都讲青青黄赤白啊。那么，因为它这里的红红其实就是赤，或是红跟赤不同颜色啊，所以它的赤跟白就变成一个啊。那赤白到底是就是有赤有白，就是可能是类似。 偏于红又不是红啊，不不是很清楚了啊。那玻璃色啊，玻璃色就是白里面比较光净色的啊。那么就是入这个禅定啊，那正受其实也是入禅定啊，其实它就是啊，就是定的名字啊，等字。水火俱现，或身下出火，身上出水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周圆四方亦复如是。 啊，那这个阿罗汉在入涅槃之前，有时候都会露这一手啊，就是要入涅槃之前再这样，然后就入涅槃了啊，身上出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，左边出烟啊，出青烟，右边出白烟啊，就这样啊，然后就入涅槃。那这个阿难要入涅槃之前也是一样啊，因为辟舍离跟好像摩羯陀，就是两国要为了要争，就是两国为了要争这个阿难的舍利。 那阿难就飞到神虚空啊，做神变，然后在在空中火化，然后舍利散道啊，两边恒河两岸给两边的人去捡啊。那么很多阿罗汉在入涅槃之前都会实现这种神变啊，左边出烟，右边出水。平常不实现啊，平常不实现啊，不实现神通。平常佛陀规定也不能实现神通，就是没有特别度众生的因缘，不能随便实现神通。 啊啊好，啊，这个是前面讲啊，灵虚之东方 <coughs> 做四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啊，出种种火光啊，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啊，就四大开始变化，地水火风四大变化啊,啊。这是最主要的第第二种啊。那么还有啊，就变大变小，变大变小，变各种形状，变成龙，变成虫。 啊，变成大象，变成小狗，反们就非常多啊，可以乱变，它的身形可以变，变大变小，这是一个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变多变少啊，变成三个、五个、十个啊，就变多变少啊，这也是一个啊。那加起来基本上一般叫做十八神变。好，那那我们叫翻叫做神境通，或者翻叫做神足通。好，他心四现啊，如比心，如比意，如比事啊。 啊，就是心意识啊，基本上都讲这个心呐。比应作是念，不应作是念；比应作如是舍，比应作如是深正住是名他心世界。啊，就是能够观察他的心啊，呃，跟这里讲，能够观察他的心情差别。啊，知诸心情差别，然后收受法药，令离恶气、生死重苦。啊，这以前《奉大般若经》里面，要修禅定之前都要先念这个。啊。 啊，就是你神通是为了要利益众生，知道众生的心跟业的差别，啊，然后能够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引导他，啊，他的症结在哪里，啊，然后能够引导他，让他趋向于解脱，啊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啊，要打坐之前都要先发这个发这个意愿，啊，我应引发殊胜神通，由自发起，<laughs> 我应。 引发殊胜尽力，由之发起殊胜神通，啊，那有神通是为了要利益生众生，知诸众生心行差别，说说法要，啊，跟他说法，让他得以得得解脱，令离恶趣生死重苦，啊，这基本上是这个是度众生的部分，然后自利的部分，这个是利他的部分，利自利的部分，又为调伏自身烦恼，啊，与有情众做净福田，堪任引发一切自智，啊，我我修定。 有自利跟利他两部分啊，写一下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以前常常在背的啊。我以前有有这个宋大波的经，然后看到里面特别好的哈啊,啊，我就会把它背起来，然后背起来哈、啊，就是打坐的时候就天天念。然后另外有背一个布施的啊，也是一样啊。若诸有情言所造处，愿彼一切皆得我所供养啊，什么这些啊，就是后来常常念就会。 就会撤离自己啊，要常常要常常布施，常常布施。希望一切有钱所受用的东西，都是我可以可以提供的，我有的我一定提供它。啊，那我记得以前我就是就是把那个重点就是可以用在的就把它背起来，然后天天想，然后就天天鼓励自己这样做，啊，然后布施的是一个，禅定的这个是一个，啊，我应引发殊胜经律，这个好像我跟大家讲过。 啊，书胜尽力啊！你们可以去查那个《般若经》啊。如果有一些字，可能就是啊，不晓得，已经太久了。我先引发书胜尽力，由自发起书圣神通。 蜘诸众生心行差别，蜘诸有情心行差别，啊，我都写众生了，有情也一样可以了，蜘蛛众生心行差别。啊，收受法药，令离恶趣生死重苦。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三种教界视线啊，应离二趣神净变命离二趣，生死重苦。这个是属于利他的部分啊。好，那自利的部分又为调伏自身烦恼啊，定可以服烦恼。 啊，调伏欲贪啊，你一而不善之法，定可以啊。因为调伏自心烦恼，云有情重，做进福田啊。每次打坐的时候都可以念。 安吝引发一切自治，最后要得到漏尽头啊，要得解脱啊，然后可以凡事供养我的人，都可以得到福报啊，是众生的清净福田啊。贪吝引发，最重要是要引发啊，引发无漏智。看吝一切自治。 啊，uh, 所以啊，uh, 神通修定最主要就是可以引发神通，可以调伏烦恼，可以引发五道会。啊啊，以前我常常背啊，常常背。另外常常背另外一个就是《波若经》里面啊，uh, 教我们要布施的。啊、uh,，若诸有情人所造处，便彼一切皆得受用，我所会舍饮食等物。啊、uh,，我就不写了啊，你们可以去背，然后可以去查，然后把它拿出来，天天背，真的。然后你就要天天念，然后看见。 别人需要你马上，因为你有那个有那个念有那个愿啊，你就会给。然后，然后你会想啊，希望这个人也可以啊。那比诸有情受我会舍饮食等物啊，我给了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希望他也能够受这个法。比诸有情受我饮食等物啊，随己所需，随他自己所需要的多少。那么，词语转施他诸有情，他也能够布施。 啊，真的就这样念了，我天天念啊，就是遇到然、啊、后就念啊，就是我有，然后就啊，愿诸有情言所造处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那么他他能需要的，当然我们不是给这些，就是我们有啊，愿诸有情，就是这一就是一个愿，这是一个愿，啊，愿诸有情言所造处，愿比一切，就是比一切皆得受用我所会舍等饮食等物啊，就是我可以布施的部分，我希望都能够利益到他。 只要我有能力的，那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跟我结这个善缘。我有这个能力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一切众生受了我布施之后，因为我是我是依菩萨道这个心愿来布施的，所以他受了我这个受了我这个布施的东西之后，那么他受用了之后，他心也会升起这样的一个愿啊，那就是随己所需，少分受用。 他只拿他自己需要的就好，他受用的不呢？词语他还是一样，因为我这个心愿所形成的东西啊，那个菩萨愿所形成，他用了之后，他也会升起这个心，随己所需，少分受用，词语转施他诸有情，他又去布施，就这样，如是辗转进有情界，皆得受用我所会舍饮食动物。啊，我以前天天背啊，背的可熟了，现在比较没有背这个东西。 啊，就是你养成习惯就不用特别再去背了，啊，但是这个很好用，真的很好用。那你那个心哈会越来越扩大，越来越扩大，真的。我以前是这样修上来的，啊，就是也很努力的，但是虽然努力哦，其实我算是蛮钝根的，啊，所以才很久很久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就。但是我觉得在佛法中已经算很受用，啊，那我天天背呢，天天背呢，所以我现在还有一点很熟。 但是要稍微想一下，那这个也是，这个现在还在用，啊，那个布施的就大概就啊就告一段落，但是已经养成习惯就好了，啊，那其实很好用，啊，随己所需少分，愿比一切皆得受用我所会舍饮食等物，啊，那么若比受用我所会舍饮食等物，随己所需少分受用，词语转之他之有情，也是辗转尽有情界，啊，皆得受用我所会，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。那如果详细，我可能还要去找出来再。 给他念几遍才会更熟啊！我已经很久没念这个东西了。不过我以前常常念啊，还没出家以前啊，常常念。出家了之后，我在敷衍的时候也是常常念啊。所以我就发愿了、啊，只要我有的东西啊，就是依这个才发愿、啊、只要我有的东西，只要别人需要，我一定给他。我发现你比我还需要，我会主动给你。如果你来跟我要，我一定给你啊。那么其实就是因为念了这个经，久了久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你就是这样发愿，说说发愿，说说发愿，久了久了，久了久了，他就有那种力量哦，有那种推动的力量，真的。所以要常常，你那个愿要常常保持着。像菩提愿也是这样哦，菩提心也是这样啊、哦。但是有时候也会挣扎，有时候也会忘记，有时候也会忘念那有时候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也会起烦恼啊、哦。啊，那你说愿都不退的，老实讲也不多、哦。 但是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啊！但是你硕硕，就就要硕硕思维嘛，啊，要时时策励，硕硕思维，时时策励，然后要常常肯定，啊，就是就是这样做没有错、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啊！啊，那你不要小看这所有的，所有一般你要都是我们说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棉花布衣香，其实都要努力过的，努力不一定会有成就，因为还牵涉到很多因缘，啊，因为。 就是，但是不努力一定没有成就，啊！但是你要把那个障碍的因缘去除掉，你要发现到障碍到底是在哪里。如果我这样努力不能成就，那到底是哪里产生障碍？啊！那你又要先去除，因为它有次第，修行是有次第的。那你应该去除那个地方里面先弄好，啊！那你未来因缘发生的，那么就就好像。 你盖柱，你盖房子的时候柱子应该这么粗，你用这么细，好，暂时也能住，但地震来了你就没办法了，啊，就是你应该注意的没注意到，那你的成果就会，你努力的东西可能就会毁一旦，但是你不要灰心，你已经有那种努力的、努力的习惯了，下次再努力就会缩短时间，就是说你下次盖房子，你知道哦那。 这个要盖在哪里，会怎么样？你下次盖房子的时间会缩短，而且就不容易受到破坏。如果再受到破坏，你去你去你再去追查，到底又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？渐渐渐渐渐，能够障碍你的越来越少，能够破坏你的越来越少，真的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你的福报大、因缘好的话，那么就很快。啊，像我这种真的是我师傅讲的业障重的哈、哦，那么。 要要稍微磨练一下啊，要要一点时间啊，不是？但是这样辗转辗转，稍微稍微也差不多比以前好很多了啊。那但是就是你自己真的是要啊，要有那个决心啊啊，要有那个意愿啊，那还要坚定坚定你的意愿，啊、那么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努力，那么你不管什么时候，不要管他什么时候。 你最在意的不是我到底要努力到什么时候？不是，我就这样努力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不放弃这种努力。但是我知道，从缘起法的角度来看，我知道他一定会有成就，啊，那所以水到渠成的东西嘛，啊，所以从缘起法里面来讲，你一直是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积极跟乐观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好，啊。 我们再往底下看，啊，讲到这个视线啊，对，因为讲到神通神变，我就想到我打坐的时候唱见的。现在打坐还是有时候会先念这个啊，我念佛二书圣经，游子发也是圣神通，就是中生先境差别，所以这个比较熟啊，那个布施的那个已经很久没有念了啊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印象，那个比较长，那个比这个长很多啊，但是念的真的是是，你无形之中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。 你不做就觉得怪怪的，真的就好像现在我们都剃头，对不对？头发长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痒，这这很奇怪，就稍微长一点就觉得很不自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么长都不会怎么样，现在稍微长一点点哦，你就觉得好像很多虫在咬一样，不剃掉很不舒服。好，那你那个那种习惯哦，这是身体的习惯，那是新的习惯。你常常这样，你常常这样，而且这种意愿。 那么你有能力不做，你会觉得怪怪的；你有机会你不做，你会觉得有一点难过，啊，就就会这样，真的。我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啊。然后开始啊，你为了坚定自己，就在佛前发愿，啊啊，然后慢慢慢慢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因缘改变了，因缘改变了啊，有你遇到的人事物，然后你的境界，然后你苦不苦？那么从这一些，你会发现到。 改变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更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诸行无常？嗯，真的，它改变了哦、喔，但是它一直变好，一直变好，它还好还是在变哦、喔，不好也是一直变，好也是一直变哦。喔、你不是说那好变不好叫做无常？不是，好变得更好也是无常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变得更好也是无常啊，啊，但是它就一直增上，叫做一直增上嘛，啊,啊，增上到圆满，啊,啊。 那你你你慢慢会发现到，哎，一切是缘起的，一切是无常。但是实际上你要去做了，就是实际上你要砥砺自己，然后撤离自己，自己做做做做,做一阵子，那么你的体会就比较深，越来越深哦。那你开始会对佛法那种信心哦，不是那种信心，不是说哦啊，一般我们刚开始学佛哇，相信佛，人家说佛呢，因为信祖师大德，所以你信佛，因为信那个。 啊，修行人、出家人，所以你信佛不是？是因为我实际上从佛法里面看到佛所说的，一一印证，我信佛。我是因为信法，我更信佛。那因为信佛，所以我更信法。就这样，啊，那你就会发现到，啊、佛法真的可以离苦得乐，这点你从不怀疑。佛法可以断烦恼，你从不怀疑。虽然你现在还有烦恼。 啊，而且，而且，而且就是还不容易断。那就算你以为断了，还藕断丝连啊，会这样。但是，你也从不怀疑它会断。真的，你那种信心就是，它不是听来的，不是看来的，不是哦，不是你自己想想来的，就是你体验来的。那一种就坚定。所以我们所以叫叫做法随法行。 啊，就是你已经有这样了，那么，但是你有你要先有那个愿，那个愿，那个愿为引导可以设立，真的，那个愿要常常被常常想，常常想，常常想。那遇到境界你就拿起来想，啊，做菩萨界也是这样啊。菩萨界的重点其实是菩提愿而已，其实菩提愿而已，啊，就是自利利他的愿。好，啊，那这些基本上佛法告诉你体验的东西，大部分不在书本上。 书本上大哥人讲次第讲方法，啊，但是体验的东西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。但是你只要你只要努力，而且方向正确，我们说就三个嘛，啊、第一个正确，啊，第一个正确，第二个是适合，啊，然后纯手适合你，然后你要不断不断纯手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啊一直坚持一直坚持，啊，那么若一日到若二日到若七日。 若一年到若七年，若一佛到七佛，释迦佛如果在燃灯佛时代受记，到现在成佛，中间经历了四十几尊佛。啊，你要知道啊，那我们也不要气馁，我们也不太可能是释迦佛时代才开始修的，也可能在迦舍佛，可能在拘留孙佛的时代，可能在燃灯佛的时代，我们就学了。啊，真的啊，不要小看自己。 我常常觉得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。他讲啊，那么二十四尊做种种神变于众中作四名神足示现，他心示现者啊，比心比意比事，应作是念，不应作如是念，应作如是舍，比应作如是身正住，比四名他心示现。 啊，就是这样说，这样的修，他就能够成就这样的解脱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就这个人应该以什么法得度？这个人应该用什么样？啊，他的障碍在哪里？啊，他的优势在哪里？他的善根在哪里？啊，那么就有一点像观音菩萨讲的：因以何身得度，极限何身而度脱之；因以何法得度，即说何法而度脱之。啊，那维摩诘经也是这样。 落在落在落在婆罗门中，婆罗门中尊；落在刹地利刹地利中尊。啊，就是他在哪里，他总能够作为引导。那么这个人特别尊敬婆罗门，那么他就视现做婆罗门神，啊，一样，你看佛陀视线也都这样啊。啊，那么他的神通啊，然后他心是，他心是，这个人他的问题在哪里，症结在哪里啊？应以应以合法得度。 即说合法而度脱之，啊，这个人应该，这个人应该修不尽观，这个人应该修属习观，这个人应该修地片，这个人应该修水片，他容易成就，啊，他就教他修这个，啊，那其实是这样的，好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他心，那么他心还讲到，哎，就说知道他心里面在想心形差别嘛，心跟他的行为业啊，他的差别。 他的障碍在哪里？啊，然后他所累积的累积的这些功德主要是什么？界定位啊，他是缺界缺定还是哪里比较不足啊？那么这个你都知道。好，他的烦恼主要是什么？啊，所以你能够总能对治他。那他的他的力量在哪里？所以你总能引导他。那这个要透过观察。一般我们如果没有神通的话，基本上透过观察也知道。 跟这人讲几句话，大概就知道他的真假，啊，就医生一样嘛，啊，比较厉害的医生，啊，看你的脸色，看你讲话气喘怎么样，他就知道你的病根到底在哪里。但详细还要仔细检查。那个修车的哈、哦，只要听这个车的声音，他就知道你这个车是哪里出问题，哪里冒烟，哪里这声音，他听了他才知道你的你这个是哪里有问题，啊，那这个就是比较厉害的、啊。那有神通的当然他就是可以看但是。 你有神通，但是你没有智慧，你也会看错啊。六六外道也是这样啊啊！他看见这个人有升天，但是他不知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那也没有办法啊。那、啊、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。这个教界视线就是说啊，那么他说这个是身意然后口啊，佛法的佛佛陀度众生重在教界啊，以以法以法。以法 啊，那告诉众生怎么修行？<coughs> 如世尊说，啊，诸比丘，一切燃烧，啊，这就是燃烧经啊，啊，啊，那一切在燃烧，啊，燃烧经就是一切无常，无常变化像火一样啊。那么，云何一切燃烧？为眼啊色，所以燃烧就是无常的意思啊。无蕴炽盛，就是啊，就是一切都无常变化啊。若色眼识。 远处，远处因缘生受，啊，因为无比丘主要是讲四谛跟缘起，为三家是讲这个六路，六路，啊，那所以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那么远处因缘生受，若苦若乐，不苦不乐，比翼燃烧，啊，意思就是比翼无常，因为火是很容易的嘛，火你会观察它，它，它，它的形状，火的大小。 有没有出烟？不断在变化，没有一刹那保持固定的啊！就算蜡烛也一样，它也不断在变化啊！那因为随着它的燃料，随着空气啊，随着它本身啊，那的这些环境，所以它不断在变化。虽然都一直有火，那从有火到火灭啊，生到死，就比喻人的生跟死，从开始点火到火。 因为他们火供是这样的嘛，啊，从开始点火，然后到火灭掉啊，结束掉。那么这过程里面的火，一它的燃料、欸，燃料不断在燃烧啊，啊,啊，然后氧气啊这些种种的变化，它不断有变化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从生到死，那不断燃烧，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，心是一个燃料，心是一个燃料，心是那个火，那个业是那个燃料，那不断一业起这个心。 然后受那个苦啊，有烟没有烟啊，好闻不好闻，那是像这样一样的道理。那、啊、你你你不断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触，那不断接触境界，跟前世何尔生处，触具受想思，升起一念一念刹那,刹那刹那的心念，不断的被引发。那如果这个是烦恼的话，就烦恼火，烦恼火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啊，越来越旺，或是一直保持那样，或是越来越小。 啊，不一定。然后有时候出烟，有时候没有出烟，有时候出青烟，有时候出白烟，啊，就各种变化。就是你的心，心的火，心的火，烦恼的火，那么不断在燃烧，不断在燃烧，啊，就心头火嘛，啊，那不断在燃烧，不断在燃烧。那为什么会燃烧啊？那么就是因为六根对六尘，那么再加上你过去的业，那么你的心，你的，因为我们是把心习惯跟业带过来的，走的时候。 随种随业随喜随念？来的时候带来你过去生的信念、过去生的业、过去生的习惯啊。那么面对到境界，又不断的起火燃烧，起火燃烧，就这样啊。你遇到境界，你起烦恼，就是在起火燃烧啊。那你烧到什么时候？看你有没有法水啊，不一定啊。看你有没有方法啊，看你有没有燃料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。 那这里也是在讲这个意思啊，啊，用这个比喻，因为他们最熟悉的是什么？他们最熟悉的就是火，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个火供，啊，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个火，所以他看火，天天在看火，天天在看火，所以他很容易明白这个火刹那刹那,刹那变化，刹那到不断燃烧，不断燃烧。现在把他最熟悉的东西来比喻。 他应该最熟悉，但是不熟悉的东西就是什么？他的身心，啊，这我们应该最熟悉的是我们的身心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，他最不熟悉的都是他自己，啊，那每天认识境界、认识事物、学习新知识，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，啊，认识天文地理啊一大堆，就是不认识自己，真的，你会发现到，哎，这个世间真奇怪。 啊，什么都懂，就是不懂自己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来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去哪里，为什么都不知道？那只知道要知道要对自己好，但又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对自己好。那什么是自己？不、哎、去探讨这一些，不认识自己啊。啊，现在的人认识天文地理，认识很多知识，学习非常多，就是不学习怎么认识自己。 那这个是就好像这个婆罗门一样啊，啊，各种各种的祭祀法会，啊，各种的火啊，居家火、福田火啊，各种的火，各种的祭祀法会，那各种的变化都知道，就是不知道身心的变化，知道火在燃烧，不知道身心在燃烧，啊，生命也跟着燃烧，啊，那其实他用这样来灭苦，不知道真正的苦。 真正的苦是你执着而引发的生死之苦，他要知道要灭那个苦，以这个火供来灭苦，不知道真正的苦不在于这个火灭不灭，在于你内心的烦恼火灭不灭啊！所以佛陀把他引回来，因为他这个很熟悉啊，啊种田的就跟他讲种田的道理，调相啊就跟他讲调相的，他很熟悉啊，他很容易就能够怎么样体会这个道理。 啊，所以佛陀很善于说法，啊，用他用用这个众生，所以这个他心通有时候也蛮重要的。但是，就算你没有他心通，你有智慧，你仍然能可以做到，只是没有那么厉害而已。但是依然可以啊，有智慧就可以好。所以啊，他说眼燃烧啊，一切燃烧，气就是无常嘛，啊，气就是无常，啊，用燃烧来代表无常，眼燃烧啊，眼无常，色。 眼视、眼处，眼处因缘生受，啊，苦乐不苦不乐，比亦燃烧，啊，如是耳鼻舌身意，法意是，亦处，亦处因缘生受，苦乐不苦不乐，比亦燃烧，以何燃烧？啊，你看，贪火燃烧，嗔火燃烧，痴火燃烧，就烦恼火吗？心火吗？啊，那这个心是有肉心嘛？它一定是起烦恼的嘛？啊，就不断不断在增长，不断不断在变化。 但是在怎么变化，不离开贪嗔痴的变化，啊，所所以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，这个火在燃烧，啊，燃烧是从因缘有的，啊，那苦也是因缘有的，那因缘因缘有的必然，你知道怎么样去除，它就会没有，啊，去所以缘起就要讲这个道理。这个时候，千比丘闻佛所说，不起诸肉，心得解脱。 啊，当然我们说他不太可能，我觉得不太可能一下子一千人都得解脱了啊，而是次第次第的啊，经过多久以后？也许一个月啊，也许三个月，也许是一个礼拜啊，大概如果一千个人全部得解脱，我看应该一个月啊，就先有三百个人得解脱，然后两百个人得解脱，然后五十个人得解脱啊，总是有几个最后只有解脱的啊，就像蚕吐这样，我都要露面了。 他才努力修行得解脱，阿难啊也一样。那基本上后来这三家色的弟子全部得解脱，啊，那就构成佛法的一个很主要的骨干，就一千两百五十个。啊，最最主要的，就是三家色三家色一归一佛陀，啊，这佛陀的声势就很大，啊，因为摩羯陀国是一个当时两大国，摩羯陀国跟跟乔沙罗国。 那三家社是当时的宗教领袖，那后来他皈依了佛陀，那就产生很大的影响。然后后来再度舍利弗、目犍连，啊，如虎添翼啊，佛教就开始往上、往上、往上，啊，就越来越多了，就几万个阿罗汉啊，好。啊，这个是讲到啊第四十经啊，那这个是从第四十经开始才开始跟前面有点不太一样。 啊，那之前的大部分都一样。<coughs> 好，啊，他这里有讲到教授啊，就是教界，啊，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，就一切时论的解释啊，然后他讲啊，佛世尊、佛圣弟子有三种像，人正教授诸地之中、诸弟子众啊，一个是引导教授。 第二个是随其所愿以所缘境安处教授，第三个令所化得智意教授，啊，那、呃、知道这个次第，好，这个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就是啊，佛的佛的这个教界教授。好，看四十一经啊，有这么一天在其，在奇在王舍城。 啊，王者成灵鹫山啊，起舍崛山灵鹫山啊，这个时候罗诃罗啊，尊者罗诃罗，罗诃罗是第六年啊，佛陀佛陀回乡省亲，三迦涉是第一年度的啊，第六年回乡省舍利佛是第四年度的啊，三迦涉是第一年就度了五比丘，三迦涉都是第一年，那就是佛成道后不久就去度到他了，然后。 罗侯罗是佛回乡省亲的时候，啊，回去看净饭王的时候，然后带了两个人出来，一个就是罗侯罗，一个是难陀，啊，刚好啊，那所以也因为带罗侯罗出家，所以这个净饭王才会要求以后出家都要经过父母同意，啊，才会这样要求，啊，那这个罗侯罗。 罗睺罗是佛陀的儿子，难陀是佛陀的弟弟，大爱道的儿子啊。他们姐妹各有一个儿子啊。摩耶夫人是生悉达多，那大爱道是生难陀。后来难陀也出家啊。难陀一出家不是自己自愿要出家的，是佛陀叫他出家的啊。然后后来他想还俗，那、啊、佛陀也用了类似像神通教界这样，那、啊、让他得解脱啊。难陀非常庄严。 烂头出家还很注重自己的形象，啊，他出去托钵都要把眉毛画整齐才出去，啊，衣服都要烫过，啊，类似像这样，啊，要很好看。那佛陀就喝止他，啊，说你出了家不应该再这样，这样这样。他是用功没多久，他也解脱，啊，他是比较重五欲的人，重五欲他也得解脱啊，啊，所以善根很重要，我觉得善根很重要。那你现在不管有什么烦恼啊。 啊，不管你什么烦恼比较重，你要相信啊，佛陀时代很多烦恼重也都能得解脱。啊，你要相信，只要你善根深厚，就是不断对佛法的熏习够，那么，那么基本上都是可以解脱的。好，那当然你善根越深哦，那你现在的烦恼跟你的过去的习惯性以及你的那个智慧的显露，还有有有就是有影响。 所以，你只要不断加深善根，善根就是你对佛法的佛法的深度的理解啊。那深度的理解就表现在啊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或是表现在对佛法的信心上，信、境念、定、慧嘛啊。基本上对境界啊，那么你时场能够用上佛法，那么你在任何的境界，你都能够想到佛法，这个就显示出你的善根。那么，因为你常常佛法能够现前。 常常佛法能够现前，所以烦恼经常都能够，大部分不能讲全部，大部分都能够获得止息。其实就会这样啊。好，所以思维，我一直觉得思维很重要啊。好，四十一经，在在这个灵鹫山啊，罗诃罗去到佛的地方，那么起手佛祖啊，那么退住一面白佛言，跟佛说啊，跟他的爸爸讲。 世尊，云何知？云何见？啊，那这个其实五蕴里面也有这个啊。云何知？云何见？我内四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我所慢，死细浊不生。好，那这个在五蕴里面，我看了一下三。 啊，这之前有讲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经五运的二十九经，我看在第几页哈、啊？其实这个是一样的，二十九经八十五页的样子，看看啊，八十四页啊，不是二十九经啊，八十八十五页对。 二十九节，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，然后再来看六路处，其实是一样的啊，所以他们会把它啊，就是五蕴讲一次，六路处再讲一次，啊，好，所以你们就知道结集的东西有时候是啊，就是它有时候有重复的地方，不代表说佛陀罗罗在用五蕴问一次，又用六路处问一次，那不太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但是我们来看。 我们先看这个上次上过的啊，吴韵的啊，在王舍城啊，迦兰陀主演啊，但是这里是在迦兰陀主演了啊,啊，那就是在啊，这里也是，这里也是迦兰陀主演，二十几啊，不是，这里是零九三啊，这里是我看是哪里啊？ 这里也是迦兰陀主演啊，四十九经也是迦兰陀主演。哎，我们是讲到哪里？啊，四十一经啊，四十一经。好，一样。这里是在灵鹫山，那后面四十九经是在迦兰陀主演啊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看前面的啊。他、就是、说迦兰陀主演，罗罗去到佛那个地方，跟佛说：云而知，云而见，我此四身即外境界一切相。 啊，所以他这里讲“我内是身，即外一切相”，啊，我们可以对照看呢，对照看啊。那么“人令无有我，我所见我慢死细作”，啊，那如果对照来看的话，就是“我此是身”。那么五蕴是讲“我此是身”，啊，我要怎么观呢？啊，那么那么才能够证得无我啊？简单讲就是这样，我要怎么样关照才能证得无我？ 云而知，云而见，我内视身。啊，这里六路处处讲我内视身，五蕴它是我此视身即外境界。啊，一切性，一切相，啊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啊，再翻回来啊，翻回到啊啊，翻回到这个四十一间啊，我们把这个讲完啊,啊。那么他说这个。 能够啊断令我我所我慢死细浊不生，就能够断尽，能够证得无我，断尽一切烦恼，证得无我了啊！简单讲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时候师尊就跟罗侯罗讲啊：“善哉，罗侯罗，能问如来甚深之意啊！”那么佛就跟罗侯罗讲啊，一样，从六处里面啊，演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啊，一样。这个是五蕴里面，过去、现在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内外出戏，好丑眼界 啊，是一样的，他只是把它换成六路而已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啊，若未来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。啊，那、啊、内外、出戏，好丑、眼界，那么就是分析这一切了。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色、身相位处法都一样。比一切非我、非异我不相在。啊，就是起于我、离于我啊相在，如实知。 啊，你就分析过后，你发现到，其实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那么都无有自信的，都是无我的。那么耳宾者，生命亦亦复如是，如若罗，作如是知如是见。你只要这样观啊，那么我此是身及外一切相，令我我所我慢死细作不生，你就不会啊起起我见我爱，因为所谓的我我见我爱，就是只取有我，那么贪爱于我。好，那么。 贪爱我我所就境界无欲嘛啊，那么都是因为我爱才有我所爱嘛，因为我见才有我所见嘛。好，那么你仔细去观察我是什么，你发现到没有我，那么这一切，这一切因我见我爱而有的一切烦恼，不管是我慢啊，我什么我什么这些全部就没有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因为它的根本已经没有了嘛啊，所以细琢不生，你就不会生这个我见我爱。 若若如是我我所啊，我见我所见，我爱我所爱，啊，我慢我痴啊，那么四大烦恼，我见我爱我慢我痴、啊，那两个根本，我见我爱啊，那么那基本上啊，那死死就是啊，结死嘛，也是烦恼，细琢不生啊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。那么四名断爱断结正无间就近苦边啊。 就是你就能够断除一切烦恼，得到解脱了啊！简单讲就是这样。那这个之前都有五蕴里面都有了啊。那佛说此经罗诃罗啊，欢喜，闻佛所说欢喜奉行。罗罗是在很后面才得解脱的，就是佛说了这个很多法，你看他都没有得解脱。然后好几次以后，他五蕴六入啊连起，不断的听，不断的想啊，后来又去为别人讲，后来他才得解脱的啊，其实是这样。 那四十九间是另外的，差不多，但也是啊，也是一样这样的东西啊。就是说，这个四十一间，那四十二、四十八啊，到四十九、五十，这个差不多一样，这个差不多一样啊。不过我们就是先讲到四十一啊，那下次再从四十二开始讲。好，大家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。 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